贺主典礼今天上午11点钟在故宫博物院前面举行，由院长蒋复聪主持，西北区等国际狮子会的会友50多人出席观礼。国际狮子会的会员们希望因此能够引起我国华侨在世界各国普遍树立孔子铜像的热潮，使全世界人民对孔子加深认识，进而使孔子的仁爱学说得以风行世界，促成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的崇高理想。